没有使用任何实体乐器，却能呈现出完美的乐团演出，这就是 a cappella 的特色，也是它让人惊艳与着迷的地方。其实台湾的那个 a cappella 发源地就是在台北，然后从台北开始推展，就台湾 TCMC 合唱中心，然后他们这个已经推展了19年。应该是快20年了，那造就了非常多的新的团队。那么后来呢，就是又有 Vocal Asia， 他们走的是国际方面的路线，然后把台湾的阿卡贝拉带向亚洲，然后主办这个亚洲的阿卡贝拉大赛。那这一切呢，也是因为这样的推动呢，所以由北而南在发展。但是因为我是高雄人，那我是高雄的在地的老师，那当初就发现呢，阿卡贝拉是一个非常吸引年轻人的一个演唱的艺术，那很希望呢带领我的学生来学习。可是就发现高雄呢其实是很缺乏资源的，包括如果我们想要请老师们来指导的话，就是阿卡贝拉的专业老师来指导，都是必须从台北请下来，那是光是交通费我们就无力负担。那幸好就是阿卡贝拉的这些推动者呢，他们都是非常无私的奉献，常常就是很愿意的免费来指导。那特别是2016年呢 Vocal Asia 在台东的那次艺术节，他们呢让学校团队老师报名带学生团队到台东去参加比赛，那就不用付任何的费用，食宿都免费，只有自己付交通费，然后呢也派老师到学校里面去免费指导。那在当年呢，对我们南部的学校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点。当时我就一直在想说 Vocal Asia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为什么这么大手笔的，然后让这么多的团队是免费的去学习。那其实就是那个董事长陈凤文董事长，他就是一个要把阿卡贝拉在台湾扎根的一个想法，尤其是他是从偏乡做起，所以呢他是会推台东啊这些地方，那都会地区呢反而就是有 TCMC 他们在推动，那 TCMC 办的比赛也是现在年轻人要参加的阿卡贝拉大赛一个指标性的比赛，那他们也有世界杯的比赛，那这些呢我都曾经带学生去参加过，我的学生团队也经由这些北部下来的老师们给我们的建议，给我们的指导，然后呢就让我们第一次参加比赛就得到台湾杯的金牌，然后还晋级参加世界杯，还得到世界杯的银牌。那这个对学生来讲都是本来料想不到的事情，那这件事情让我有很大的感动，那我就觉得说高雄呢都一直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心，没有一个师资可以产出的地方，所以呢我很希望就是我退休之后能够来做这件事情。那当然我的退休本来只是也是一般退休老师想要轻松自在的过日子，那就是今年3月的时候陈凤文董事长来高雄，然后跟我还有我们的艺术总监潘玄龙老师一起见面，那我们就在讨论我们如何要把阿卡贝拉在高雄市扎根，在南台湾推动的一个想法。所以呢我们集思广益之下，然后也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们就决定设立这个中心。但一个东西要从零到有其实是万事起头难嘛，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就是我们的团员我们先组成一个人声乐集，就是南台湾人声乐集。那这个乐集里面呢就是集合了我们阿卡贝拉界的金牌团队的团长、指导老师，还有歌手一起组成的。那就是因为我们曾经拿到那样的成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对年轻人可以产生的变化有多大，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这个网络讨论。那但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还是在台北，所以我们就是借由讨论网络讨论的方式，像我们的行政总监是黄香玲小姐黄香玲老师，那她现在人就在台北，她是知名的那个 B-Max 马克比的人声乐团的团长
啊，然后他现在还有一个女生团叫侍女生，今年呢也才刚拿下 TCMC 现代阿卡贝拉大赛社会组的冠军。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年轻人他们都北漂到台北，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在南部成立这个中心，慢慢把这些在台北奋斗的这些年轻人都可以回到我们高雄来努力。那我们借由这样的讨论，才一步一步建构出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计划是什么。然后这个中心呢的设立，但陈凤文董事长有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他也帮我们找了这个高雄市南，应该是全台湾都很有名的一位室内设计师张孝维先生，他就是悦城广场的设计师，所有诚品书店的设计师。那他呢做的都是大 case， 可是我们这小小的中心呢，他却是亲自操刀为我们设计。所以我们这个中心是有集合很多善与爱的力量来成立的。在课程中担任讲师的其实就是中心里的艺术总监，谈话中总是带着笑语的他，可是一位战机斐然的阿卡大师哦。这边现在是一刚成立嘛，所以我的任务比较像是软体性质的，就是说负责希望有朝一日明日嘛，就是希望有一天很快的能把这边来这边上课的就是朋友啊，因为我们现在有这个教师团了嘛，对，然后有社会团，那之后还会开设乐龄儿少或者是流行合唱团，希望能把这些就是学员呢一起赶快推上一个不能说职业，但是推到一个很专业 的演出质感，然后马上跟高雄的在地的朋友大家分享。虽然是这边是我们刚刚成立起来，但是我之前呢是我是台湾第一个专职的阿卡贝拉老师，曾经在这个屏东文化处，然后教了就是每周教了不同年纪吧，大概12个团这样，然后就是长达3年，比较像养殖业对的一个对，但是获得非常多不同年龄层的一些他们会在音乐上会有的问题，或者是他们共鸣的曲子的共鸣不一样，所以可以优势是在这边学，可以我可以很快速的去让大家唱自己喜欢唱的歌，但是呢我们又把它深化一点，譬如说做一些爵士啦，或者是和声更精致，或也有很和声很简单，但是呢搭配余婉老师跟我的这个节奏口技 B-box 的部分来去做诠释这样。那这边我蛮有优势的是，也因为我之前也在这个台北的团队呢有的入围过这个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所以如果大家唱到一个程度之后呢，到数位制作的方面也可以在演唱上面跟大家分享很多不能说职业但是比较专业的一些指导的方式这样。这应该是我们的优势，就是可以普罗大众都很快速的上手之后呢，马上让大家希望可以让大家马上变成一个专业的流行歌或爵士歌的阿卡贝拉歌手这样。总监口中的余丸大师其实是一位人体移动乐团，在他的口中不需要任何乐器就能够奏出令人舞动的节奏，不过这些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B-box 跟 VP 它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VP 呢，它是比较属于是跟乐团，然后它是按照这首歌的风格，然后曲风节奏去做发展这样。那它是比较属于是有被限制的，对，那会被限制的，因为你既然要按照这个曲风，你要按照这个风格去发展，你不能跳脱出来，对。那 B-box 呢，它比较属于是一个人独秀，它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乐团，它可以同时它可以同时发出鼓声，也可以同时发出那个 bass 的声音、旋律的声音、音效，它可以同时做那么多事情，所以它可以，我可以在下一个小节变拍子，也可以突然变快，都可以，对，还有或者是下一个小节突然变风格，对 ，B-box 可以这样做，但是 VP 不行，你只要配合，你不是主角，你就是配合，对对，配合这首歌，那。我稍微示范一下人声打击好了，好，人声打击我等一下示范，就是它完全都没有一些旋律啊 bass 的声音，它就鼓的声音，打击乐的声音，
好，那我稍微示范一下 ，one two one two。人生打击。好，接下来我来示范一下 B bus 的部分。那 B bus 我刚刚讲到，它就是可以同时发出bass 鼓啊什么的。对，大家可以等一下可以听稍微听看看。好。教室里大家正在练习，这些成员全都是学校里的音乐老师，是成员，也同时是推广阿卡贝拉的好帮手。在这个团队里面，我觉得优势就是大家都是音乐老师或是会看谱的，所以我们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练习音准啊，或是节奏，就是很快就可以上手，对我们而言是很节省时间。然后缺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我没有那么关注于流行歌手，对，因为毕竟我是传统出身的嘛，还是对于流行歌手会觉得啊，就是这样子的变化。那其实我想这也是一个骄傲的，对，骄傲的一个角度，因为流行歌手他们的唱腔这个部分也是我要再去多学习的。其实这真的一唱起来就非常的稀奇，如果你能够模仿各个歌手不同的唱腔，我很希望下一步能够在我们学校推动一个教师阿卡团。其实在这学期的时候，我就现在花了一个小时带我们艺文领域的老师，里面有美术老师也有表演老师，他们不是音乐老师，我们也很快组成一个团，然后就唱了一首歌。因为阿卡的优点就是可以很快的上手，然后我觉得其实从老师们的眼神来看，我想我们这一代的老师可能过去的音乐教育都是还是比较死板的，对，并没有那种参与来制造音乐的那种感觉。所以 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规划，希望能够在学校成立一个阿卡团，对，因为我觉得教育要被改变，老师要先被改变。然后第二个就是学生的阿卡团，对，就希望能够开始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有一个演出，比较正式的演出，对，这是慢慢放在计划中。阿卡贝拉是最容易打动人心的音乐演出方式之一。面对阿卡贝拉较不盛行的南部，执行长带领的黄金阵容开始为这块土地投下阿卡震撼弹，但在拓荒初期一定是相对辛苦。面对可以预知的困难，大家又是怎么看待呢？他在我生命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我每天都需要他。对，很多人听音乐，他们都会先从歌词上、旋律上去理解它。但是对我来讲呢，我每次听音乐的时候，我都会先从他鼓，听他鼓，跟他音乐去，他是产生怎样的变化。他对我来讲，多像我很喜欢听抒情歌、悲歌，我通常我都会觉得说，哇，这首歌如果这个点呢，那节奏如果打怎样，他就会更情绪会更浓。或是更重，这样他就会就很舒压了。对，那我通常我在学弟，或者说他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每次我难过的时候，
我就会想要打 B-box， 然后开心的时候我也想要打 B-box， 对，那包括我自己在外面，我自己有在女子监狱教课，监狱里面有开课程给我教，然后我就是教他们，我说，它是一种音乐上的治疗，为什么？当你心情不开心的时候，有些人会唱歌，选择唱歌，有些人会选择弹钢琴，那不会弹钢琴的人呢，就是一定就选唱歌嘛，对。那我就跟他们讲说，我教你们了，虽然教你们 B-box， 但是它是其中另外一层面呢，其实是可以抑制你自己的心，对。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 B-box。就像唱歌一样，对，你开心的时候，你也可以 B-box， 对，你可以跟着节奏一起打 B-box， 就像跳舞的人，他们也会，开心的时候就是会跳舞嘛，对。那我就是，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种生活上的表现，对，我就是我把 B-box 音还有人声打击阿卡贝拉，就看成它是我是。生命当中的一些日常的一些生活表现，这样除了专业的之外，你看我们还会希望做一些就是推广的东西，那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在台湾呢，就是要纯演奏，就是我这方面其他的乐器我不知道，我这方面断定是不可能的，对，就是说纯你就是靠演奏为生的话是非常困难。那有台湾也有经纪公司的团，就是我的台北的有，我有一个台北的经纪人，这样子非常感谢他，因为台湾不超过三个团有经纪公司，所以就是阿卡贝拉团。所以刚才您说的说要不同的路嘛，那就是势必除了推广之外，你还要懂得如何分享。对，不一定是教嘛，但是说你要懂得。分享你才会有更多人喜欢，把你的这个受众群 TA 把它扩大嘛，对对对，所以就是希望学生先唱得好，对，可能前一两年先把自己东西唱得好，就是你除了你如果要行销出去，你的产品本身还是要好的嘛，对对对，所以要先磨，但是呢如果时机到了之后，自然会有更多好玩的事情会发生，对，就是像刚才说的，就即便是举个例子，像我刚在中山大学音乐系任教的时候，有一个团我带了一年吧，当然他们自己有练，但是我帮他们挑比赛的歌以及一些商演的曲子的编排，这样子就是发谱给他们唱的意思啊。那后来他们也是有一年大概三四十场的演出，那其实对大学生这样蛮不错的。然后我们也曾经做过 MV， 就是把那个周杰伦的屋顶，就是一个超级老歌，但是因为大家听过嘛，然后在今天1111的时候，昨天的时候释出，然后就还蛮好的效应，就是即便是现在譬如说网络比较没有以前这么好推动的时候，还是有1000多个赞数这样子，对对，就是但是本身是他们本身就肯练习，然后产品够好，但是到了一个时间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分享方式嘛，对，最主要是也是要让高雄的朋友知道说，阿卡这个东西是非常兼容并蓄，你可以喜欢爵士的人来听阿卡，喜欢民歌的人，像今天我们在楼上练好像不是民歌，但是是练恰是你的温柔，对，也可以来唱阿卡，或者是你喜欢歌喉战，或者是原住民古调歌谣的，每一个不同的音乐类型，其实阿卡贝拉都可以呈现，对，就可以说，让高雄的更多的朋友，或者是南部，所以才叫南部阿卡贝拉中心，这样就是南台湾，就是希望让大家更认识阿卡贝拉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把这些愿景跟这个训练的期待呢，放在就是来上课的每一个学生身上。举个例子，像我们今天上的课好像也才第一还第二个月，但是呢，我们今年的我们就是明年1月就会
一月初我就会推他们去演出，这样子就是对，所以就非常的就是非常可怕啦，对，就是我说非常可怕的意思是他们来的时候应该是只是想说，哎、欸，那就按部就班，像安静班这样嘛，唱完之后就没事。但是我会喜欢逼学生把学生推出去这样，因为我想说，哎、欸，大家都认真练习了，那要有一个挑战自己的过程嘛。对，就像刚才说极限运动的话，你攀岩你不会一直欣赏或看攀岩的影片嘛，你真的喜欢你会自己去爬爬看这样子。对，所以会这方面推广啦，跟在这边课程里面的教育方面都会蛮积极的，所以才像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有执行长有开了儿少，就是小朋友的团，跟乐林大朋友的团，还有现在已经练了两个月即将演出的社会团跟教师团这样子，就是也还有一个流行歌的流行合唱团，所以就是大型的阿卡贝拉，那也欢迎大家来上课，对，我们就可以讨论很多推广音乐的理念啊，或者是练实际的东西，你可以从阿卡里面练什么爵士歌的一些乐器的语法，或者是练声乐高音的技巧，这是每个唱独唱或唱合唱的人都在学的共同的话题嘛，就是共同的兴趣嘛，就是如何对抗地心引力唱上去，对，或者是呢，你可以在里面找到你喜欢唱的歌，然后练好之后我们就到处去演出这样子，对。合唱一直是学校教育里面的一个主轴，对，可是合唱呢，在对于目前现在的年轻人来讲，他有时候就会变成有一点门槛，因为他要唱的东西呢离他比较远啊，因为我们比较艺术歌曲或是一些知名的合唱曲。可是阿卡贝拉呢，他的学习呢，他是直接从我们最喜欢的流行音乐啊，然后一些 pop song 开始，对，所以更容易吸引年轻人来学习。那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呢，吸引了学生来学习之后，他们从而才对音乐发生兴趣。不然的话，像我是一位音乐老师，我们以前教到乐理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头痛，因为学生呢就睡得睡倒的倒，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自从我教他们阿卡贝拉之后呢，然后他们就开始发现阿卡贝拉入门简单，可是当你要在进阶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你必须要有一些音乐的底子，你那个进阶才能够顺畅。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会学着要去学乐理，然后我们本来从不会看五线谱，然后用简谱，然后最后呢全部看五线谱，而且甚至会自己编曲。这件事情其实是让我担任学校的音乐教师26年，然后呢，我就是在最后这几年的时候，我发现你要让一个真的有天分的年轻人愿意去做，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有天分年轻人是被埋没的，或者是说，哎，因为学校教的某些东西并不是触动他心灵的那一块，所以他就是这个能力他没有发挥出来。可是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哦，我觉得人类真是进化，越来越聪明，很多能力只是急需去开发。那当他触动了他的一个学习动机的时候，他所展现出来的能量是非常强的。我就是看到有些学生就是从他其实不太会看五线谱，可是慢慢的他会看五线谱了，然后呢慢慢的他开始学习编曲，然后甚至呢编曲就开始得奖。好，所以我觉得我本身是高中老师，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我就看到好多孩子哦有这样的能力，那只是说他就是在一般的学程当中就被埋没掉了。可是当我们引进一个这样的一个艺术的时候，让他们发生这种感动的时候，他愿意学习的时候，他的这个能力哦就展现出来，慢慢慢慢进入门，然后没几年就变成专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简单，而是因为这件事情太吸引他了，然后让他投入了他非常多的精神去研究它。那也就是因为这么吸引人，所以我看到好多年轻人做出很棒的作品，我都很替他们高兴。那因为我是古典音乐界，我觉得古典音乐界的养成是非常久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十几年的时间去养成一位音乐老师或是音乐家，对。
那阿卡贝拉它这么快速，真的不是因为它简单，而是因为它引起了很大的学习动机，跟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的那个动力。那这件事情就是让我当了26年老师之后，我决定要来投身在这一个园地里面，当一个园丁，好，然后替高雄扎根，然后希望它可以长成大树，开出许多美丽的花。